听光了。啊，条颈好冤啊！昨晚又趴喺张台度瞓着咗啦。不过好在应承布莱恩整嘅机械俾都整完啦，简直系最完美嘅作品。我真系好叻啊！好啦，而家都好晏噶啦，直接攞过去俾佢啦。哈，差啲唔记得咗呢样添。爸爸，我哋出门啦。早晨啊，小心啲啊，艾米，我罗莎姐姐手上面仲攞住嘢噶。系，唔紧要嘅，布莱恩，艾米佢仲细啊嘛。我罗莎，你都唔系好大嘅啫，咁快整好咗个机械臂啦，仲要麻烦你攞过嚟添，唔该你啊。哎呀，你唔好咁客气啦，搞到我都周身唔自在啊。再讲啊，我自己都戴咗机械手套，拎乜嘢都唔觉得重啊。咁又系嘅，好在有你咋。呢啲故障如果揾公司嘅人嚟搞啊，可能成个星期都唔使做嘢啦。我罗莎姐姐，我寻日手工课整咗公仔啊，我哋一齐玩啦，好唔好啊？哇，你好犀利啊！不过姐姐同你爸爸要出去做嘢啦，你都要翻学噶系咪？哦，咁你今晚会唔会嚟我屋企啊？会，我梗系会啦。耶，好嘢！安罗莎，珍妮，早晨啊！早晨啊！你食咗早餐未啊？啊，我啊，唉，我都知噶啦。嗱，攞去啦，午餐都喺里边噶啦。好嘢啊！我最中意食珍妮煮嘅饭噶啦。真系啊，成日都系咁。如果你挨坏咗，我点对得住你妈妈？啊！咪系咯，你爸爸妈妈将你交俾我，我唔可以令佢哋失望噶。你仲好意思讲嘅？最衰都系你啊，成日要佢帮手整嘢。哎呀，你唔好闹佢啦，珍妮。我哋要去码头啦，佢迟咗嘅又会俾人话噶啦。嗯，今晚记得过嚟食饭啊。我知啦。我记得细个嗰阵，爸爸都系喺码头嗌呢个口号噶。码头到而家一直都冇变过。听讲呢度嘅工人一做就系成世，直到喐唔到啦先至停低。我真系成世都要喺码头度做嘢。喂，靓妹，集中精神啊！啊，系。我应该点选择好呢？睇住啊，安罗莎，小心啲啊嘛！哦，我知啦。
喺度啊，做乜嘢啊？唔舒服啊？唔系，冇嘢啊。唉，呢个靓妹呢排搞咩咧？喂，你有冇发觉咧？摩罗莎最近好似有啲心事啊。码头呢排冇咩生意啊嘛，正常嘅。我就觉得唔系啦。人哋啲女仔嘢啊，我哋呢班男人识乜鬼啊？一阵同布莱恩讲，叫佢去问下。嗯，咁我有咩事啊？布莱恩，你喺度就啱啦。摩罗莎佢咧。所以我都唔明喎。唉，总之布莱恩呢件事就靠晒你啦。咁冇计啦，我收工问下。发生咩事啊？边个拉钟啊？系嗰边有个警察啦。警察？全部停低先，集中埋一齐，大家配合啲，摆低手上嘅嘢先。搞咩啊？听讲最近旧城区有黑帮搞事，唔通系因为呢样嘢？第日光日吧，黑帮都唔会嚟我哋码头搞事啦。我哋系会让警察局刑侦组第一分队，麻烦大家配合我哋工作。刑侦组？布莱恩，你知唔知搞边科啊？你哋唔使担心，应该唔关我哋班工人事嘅。以前咪有警察嚟过突击搜查嘅，都系为咗查走私货同埋西方红线嗰啲走私犯。去格拉加姆嗰啲走私犯啊？咁咪即系同海盗同流合污嘅人？唔通我哋搬紧货嘅呢只船系嗰班海盗嘅？不可以放过那班海盗啊！不用担心，现在这艘凡伊斯号货船的船主是熟客来的，他是贝让本地人，即是那间清关公司的汉斯老板，你们都认识他吧？汉斯老板？那肯定不可能跟海盗有关啊。是咯，汉斯老板是我们这里的企业家，份人还很好添的。他不可能跟格拉加姆那班人勾结的。嗯，所以才叫你们冷静啲咯。布莱恩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我都不知道啊，看看警察怎么说。我是刑侦组的第五查克。我们接到报案，有个在逃的疑犯要通过你们的货船偷渡离开贝阳，谂住喺呢个码头上船。吓、啊，偷渡？我哋问过船主，亦即系清关公司嘅老板汉斯凡伊斯，佢证实清关公司仲有班船员同呢件事无关。咁即系话，疑犯想利用木箱嚟逃走。我需要检查每一个运上凡伊斯号嘅木箱，麻烦你哋搬晒去码头啊！搞咩啊？有冇搞错啊？搬上搬落，而家玩咩？唔该，大家配合下。跳！跳！好了，大家听到阿 Sir 点讲噶啦，搬啲箱过嚟啦！大家一齐过嚟帮手啊！真系烂泥扶唔上壁啊！哎，阿头唔使咁劳气，拉个经济犯都搞到咁大阵仗，
以为我哋好得闲咩？话晒嗰个反令到伊利杀人嘅银行损失咗咁大笔钱，嗰班伊利杀富商喺市政又咁把炮喎，局长都要听市政听 order 做嘢啊，你明噶啦。系啦，最近非法药品走私案查成点啊？我记得有情报讲同旧城区有关嘅嗬。呢单嘢仲查紧啊？仲未有进展啊？副局长就嚟发烂渣噶啦！呢段时间海沙单案仲棘手个黑帮啊！我哋会尽快揾线索噶啦。哼，爽手啲啊！居然有人匿喺个箱度偷到。唔通系罪犯？佢犯咗咩罪呢？点会咁嘅？背壤嘅海风仲系咁咸啊！差啲焗死啊！你是不是警察啊？蛤，我是工人来的。是你掟烂个箱的呢。我本来想着自己打开个盖的，但是不知道哪位在外面又加多了几粒钉，真是离谱。其实我们搬箱之前都会封好先的。原来是这样，淑女千女必有一失，古人诚不欺我。九唔搭八，他说什么啊？不理点都好，真系唔该晒你啊！如果唔系你，我真系会焗死喺入边。相识都算系缘分啦。你叫咩名字啊？我叫柯罗莎。咪住先，你点解仲有心情喺度倾偈嘅？嗰啲警察揾紧你喎。啊，终于揾到上门啦！我仲以为今次佢哋又会行错地方添。吓？啊，冇乜嘢啦。柯罗莎系咪？我记住啦。开箱出柜之恩，有缘再报，系咁，后会有期啦。等阵先啊！你仲有问题咩？你系咩人啊？点解啲警察要捉你噶？我啊，应该就系正义朋友嗰类角色咯。正义嘅人又点会被警察捉啊？梗系会啦，飞天怪盗克拉克，你冇睇过咩？吓，有啊，我有睇过啊。咁即系话，你就好似入边嗰啲侠盗咁，唔系啊，应该系女怪盗先啱啊。唔系噃，系黑暗犯罪王啊。呢个名字一听就知系大反派啦。咪住先，入边有呢个角色嘅咩？讲笑咋？系啦，点解你会戴住机械手套嘅？我梗系要戴住啦，我系呢度嘅工人嚟噶。你犀利喎！女仔居然可以用机械臂用到咁纯素啊！那个妖女是特例啊！吓，好犀利吗？我由细到大都喺度做嘢，就好似食饭瞓觉咁，每日都喺度重复。同我相比，你嘅冒险生活一定好精彩啫！你呢个妹妹仔都几得意噃，居然叫我妹妹仔，你喺度揽埋块面都无补于事噶。既然你想改变，做咩唔直接辞职啫？吓，辞职？搵到啦，喺嗰度啊！弊啦，过嚟呢边啦。咦？喂，咪走啊！好快就到啦！
捉到你了，哈利小姐。怎会这样？我是负责刑侦组和走私案的，所以我对码头很熟悉。你是不是他同党啊？我原来是这样，看来我是中了你计，被你们包围了。做得好啊，你这个合法公民。啊，收声！你竟然扮到俾我挟持，实际喺度配合班警察，你都几蛊惑噶、啊，激气啊！我挟持嘅人质居然咁聪明都有嘅，唔好反抗啦，乖乖地投降啦！呢、這个女工人我就当冇见过。事到如今，我呢种手无搏鸡之力嘅淑女要点反抗、啊？我走佬嘅计划都失败咗啦，嚟啦，捉我啦！呢、這个就系罪犯嘅结局。你哋同我带佢翻去啦。你有权保持沉默。系啦，顺便问一下，我呢次大概要判几耐啊？判几耐就系法官嘅事啦。透露一下又唔会少忽肉嘅。哼，你咁问系咪想减刑啊？你生得咁靓女入去嘥晒啦，我会帮你讲几句好说话嘅。一脚硬佢下边，都系扎埋颈保险啲。喂，呢一脚判几年啊？佢究竟讲紧乜嘢啊？佢系咪衰衰地噶？我教唔好班僆系我嘅问题，不过你唔使担心喎，监狱系包饭嘅。睇嚟都有排踎啦。我哋走。话后会有期，呢个世界真系咩怪人都有嘅。不过咁先系背阳啊嘛。好啦，快翻工啦，快做嘢。咁做嘢先啦。我条颈链呢？唔系啩？爸爸条颈链，千祈唔好啊！点解会唔见咗嘅？唔通系头先跑步嗰阵跌咗？做咩啊，摩罗莎？突然咁紧张嘅，我咩话？唔见咗条颈链？你唔使担心，我同工头讲下，我哋一齐揾。喂，你嗰边有冇啊？冇啊！码头已经揾匀晒啦，再揾唔到嘅，可能系跌咗落海啊！摩罗莎，真系唔该晒你哋啊！你哋仲有嘢做，我自己揾得噶啦。唔好意思啊，你加油啊！我哋会帮你搬埋你嗰份噶啦。嗯，唔该晒，唔该晒你哋啊。摩罗莎，摩罗莎，算啦，摩罗莎，由得佢啦。系我太粗心啦，咁重要嘅嘢都会整唔见。仲耽误咗工时，
要人哋做埋我啲嘢，听日一定要好好地多谢大家先得啊！仲连累埋布莱恩你，一直陪到我咁夜。明明珍妮同艾米仲喺度等紧你噶嘛？柯罗莎，唔使担心啦，反正条颈链都唔值钱嘅。总之，我真系个蠢材啊！由细到大都系咁嘅。嗯。对唔住啊，爸爸。你好翻啲未啊？我冇事啦，多谢你啊。对唔住啊，口口声声话要照顾你，但系呢个时候就咩都帮唔到手。布莱恩，你已经帮咗我好多噶啦，码头呢份工都系你介绍俾我噶。因为你爸爸都帮咗好多，大垂先生对我有恩，我当正你系我自己个女噶。咁我有咩帮到你啊？布莱恩，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想着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我觉得我可能不适合在码头做事。你这么说即是想辞职？我原本没有这样想过的，但是今天有人提醒了我。就是那个奇怪的女仔啊？嗯，是啊。你不要误会啊，布莱恩，在码头做事我很开心，也都不怕辛苦。但是每日都见到咁多人喺度来来往往，你都知啦，呢度咩人都有。嗯，世界各地嘅人都有。冇错，佢哋嚟到贝让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嘅事业，嚟到港口只不过系佢哋嘅第一站，但系对我嚟讲，港口就好似已经系终点站。呢一世都会留喺呢度搬箱，我都唔知自己系咪想成世都系咁。咁啊？布莱恩，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啊？柯罗莎，你聪明过我，又坚强过我，其实我一直觉得你在码头做事是浪费了你的。一直？但是，只不过呢，柯罗莎，我从来没有跟你提过这件事，那是因为这座城市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温柔的。这座城市？嗯，码头工人虽然很累，收入都好低，但系因为有清关公司呢一个保护伞，所以仲算系安全同埋体面。喺其他地方学多啲嘢都系几好嘅，可能赚嘅钱仲多好多添，但都可能俾黑心老板呃，可能卷入黑帮嘅纠纷，可能会俾人陷害。喺呢座城市入边，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噶。你做好心理准备未啊？我。唔使噶，你仲有好多时间可以慢慢考虑嘅。但系咧，对唔住啊，我呢世都要留喺呢一个港口。对于辞职去做其他事，系就系有谂过嘅，但系就冇勇气去行出呢一步。我都唔知道离开港口我可以做啲乜嘢。我班朋友都系喺码头度做嘢嘅，所以都唔知道介绍啲咩俾你做好。你慢慢考虑啦，柯罗莎。我相信你一定会有答案嘅。嗯。多谢你啊，布莱恩。讲翻转头啊，你今日唔见咗条颈链，可能都系命运嚟噶。命？你话命运啊？珍妮经常咁讲，你都知噶啦。佢话所有嘢都系整定嘅，佢好算命啊，大地之神嗰啲嘢噶。如果佢知道咗，肯定会话唔见咗颈链呢件事系大瑞先生同你指明紧方向啊。系咪爸爸有嘢想同我讲咧？唔通系关于辞职嘅事？咁就要睇你点谂啦。跌咗条颈链，可能系想要你抛开烦恼，俾心机做嘢。嗯，有道理。唔见咗你爸爸嘅遗物，亦都可能系叫你唔好继续行你爸爸条旧路，去搵份新嘅工。哇，呢个解释好正啊！布莱恩，唔通你识算命嘅？我真系俾珍妮影响得太深啦。总之还是要看你自己怎么想。嗯，柯罗莎，这个是你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你有权自己选择，
无论你点拣，我都一定会支持你噶。我明白啦。行啦，我哋翻去食饭啦。布莱恩，我今日都系唔去啦。我一定要谂清谂楚，再做决定，唔可以再犹豫不决，影响工作。好啊，我罗莎，听日见。嗯，听日见啦。究竟辞唔辞职好啦？当初喺码头读完中学之后，就冇钱继续读书。自从爸爸过咗身，我就直接去码头做嘢啦。除咗搬嘢之外，有时会整理一下机械臂，但呢啲都唔算系咩专业技术啦。唉，点算好啦？就算换咗第份工，我都只能靠做啲粗重嘢搵食。但系起码可以离开码头，识到更加多嘅人啦。培养咁大，旧城区、新城区，点都会搵到工啩？定抑或系继续留喺港口做嘢，储多啲钱再决定啦。有多啲钱嘅话，做咩都会方便啲啦。好似都有道理。我而家应该有啲乾添。飲樽格拉斯啦。只限今日，唔係，應該係話由今日開始。既然已經作出咗選擇，係咁就要俾心機做嘢。我虽然对总督或者黑帮冇咩兴趣，我又冇可能竞选背让总督嘅，又冇可能做黑帮，不过都可以睇下有冇招工广告嘅。多谢晒，呢份系你嘅报纸啊，阿姨。叫姐姐都得啩。点啊，摩罗莎，辞职嘅事你考虑好未啊？我会继续留喺码头，但系我都会继续去揾其他机会。明白啦，咁你俾心机做嘢啦。至于码头之外嘅工作机会，我都会帮你留意嘅。多谢你啊。仲以为今日之后就见你唔到添。我就算辞咗职都唔会消失噶，我屋企就喺度噶嘛。咁啊系啊，就算去其他地方做嘢，都要记得嚟我屋企食饭啊。冇问题，你放心啦。点解我黐饭都可以黐到咁理所当然嘅？开工啦，早班嘅过嚟啊！我去做嘢先啊。做嘢嗰阵记得注意安全啊。
咁收旧嘅杯仔放佢啊！鬼叫你穷啊，顶硬上啊！一、二、三。哎呀，膊头好冤啊！机械臂好似唔够力啊，睇嚟系功率唔够啊。咪住先，点解呢度会有几个箱嘅？系咪有人放喺我呢度咧？唔系啊，应该系我疏忽咗。太耐冇专心做嘢，出现失误添。不过呢啲箱，听日再搬入仓库都得啩？要唔要而家做埋佢咧？既然决定咗要俾心机做嘢，咁就要做好自己嘅嘢先。爸爸讲过，唔可以变成乜嘢都留俾听日做嘅人噶。好啦，日月搞掂埋佢。终于都搞掂啦！比平时硬咗好多。吓！睇佢哋个样，系黑帮啊！都系避开啲好。以前就算见到黑帮，都未试过见到佢哋咁招摇过市噶。睇嚟最近码头都唔系咁太平啦。爷爷，你咪系嗰个咩餐厅嘅老板？你都嚟旧城区啊？各位大佬，你哋喺边饭噶？哈！我记得你哋啲嘢都几好食噶，点啊？而家边个照你啊？咪就系斧头哥咯，佢啊，老板你走嚟呢度做咩啊？咪就喺菜市场入啲货啫嘛，大家都知啦，新城区码头啲嘢啊，啲伊利沙人卖得好鬼死贵嘅，各位大佬揾食艰难啊！哦。咁即系打咗好多钱起身啦！啊，嗱嗱声翻俾班兄弟。各位大佬，咁唔得嘅咧。啊，新城区嗰间餐厅你系咪唔想开啊？你唔知道我哋几个同斧头哥搭晒膊头咩？啊，各位大佬啊，啲钱真系唔俾得你噶。我上有80岁老母，下有6岁嘅仔，我靠晒呢笔钱养妻活儿噶。咁多位大佬。俾条生路行下咧，切，呃鬼食豆腐咩？咁大间餐厅冇钱，孤寒度宿，叫你攞啊攞啊！佢哋今日抢劫喎，要唔要叫警察啦？激呀呀，呢度离警察局好远啊！我。真系睇唔过眼啊！放开嗰个阿叔！啊，咩人啊？我系个
路人，你哋唔可以喺度搞搞震啊！哼，帮人出头啊！个个都话旧城区嘅人好傻，原来系真噶、啊。你唔知道你只死肥猪系咩人嚟咩？又孤寒又度叔，你仲帮佢讲说话？唔理点都好，你哋拦路抢钱真系唔啱。再讲啊，佢上有老母，下有细路噶。你咪听佢吹水啦！喂，人啊！啊！走得咁快嘅，我都冇怀疑添。好啦，佢都走咗啦，你哋都快啲走啦。都唔系唔得嘅，有靓女喺度啊，边个理个死肥猪啊？喂，话我知最近嘅酒吧喺边度啊？酒吧，我从来都冇注意过噶。呢班人唔系想缠住我系嘛？我唔知道。哎，咪走住！我哋几兄弟唔熟路。喂，话我知，酒吧喺边度？听讲旧城区有间酒吧好正噶喎，你知唔知喺边啊？我真系唔知道啊！啊，呢位见义勇为嘅小姐，你真系唔留低陪下我哋啊？我哋客人嚟噶，你系呢度嘅人，好应该做导游啊！今次麻烦啦，要点样先至可以甩身呢？喂，话我知道你叫咩名啊？我要走啦，唔使旨意。行啦，我哋去嗰边嗰条巷仔度慢慢倾。红色头发嘅妹妹仔好少见啊，系斯塔米洛移民过嚟噶。喂，你哋做咩啊？乌沙，呢班人系？布莱恩，快啲去揾警！咪出声啊，靓妹！喂，打个女仔算咩男人啊？吓、啊，咁你即系想我哋打你啦？呢嚿咁嘅番薯想做嫁娘啊？你知唔知道我哋咩人啊？你哋系黑帮系嘛？冇错。码头呢度有其他黑帮照住嘅，你哋喺度搞事，知道咩后果噶啦？有人照住，话你知啊，成个背阳都因座大佬嘅，照咩照？系边个照你噶？嗱嗱声，我叫佢出嚟！快啲走啊，布莱恩！好痛啊！要打就打我，唔好打佢。既然你咁讲咯。我哋咪满足你啦！停！番薯喺度懒叻，仲唔死？你哋班衰人！点算啊？有冇人可以帮下我哋啊？喂！你班衰人，同我停手！呢度系我哋嘅地头。佢咪系？La la.